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然后在江南，我们从越剧飘飘的水袖上看到了昆曲水墨调磨出的水天一色，如山清秀，似水灵动，循序渐进的缠绵和丝丝入扣的抒情，这越剧啊。最初的时候，越剧是一种民歌的形态，在浙江嵊县的乡村，乡村里的人们以随意的姿势想唱就唱了，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了。渐渐的，才有了半农半艺的艺人，在人家门前，他们以烟管敲击着门槛，编一段唱一段。他们不登堂入室，唱完了以后，继续着在乡村的路上行走。这时候，他们离越剧还有一段遥遥的路程。从落地唱书到女子科班和绍兴女子文戏，从地堵班到草台班戏小歌班，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中都提到过社戏。社戏是民间敬神的戏，热闹时满台烟尘抖乱，大翻跟斗，冷静起来一个才旦坐着叹气唱上一二十分钟，我们的注意力反而是台下，因为摊上有些吃食可买了。这是周作人的记载。社戏的日子里，戏台边早已是人山人海，孩子们在人堆里钻进钻出，到处都有买小吃的担子，豆腐花、定胜糕、熏青豆，香香的摆满担子。最喜欢看戏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孩子们也爬上了阁楼翘首等待。好戏开场了，喧闹声中乡村人最热爱的财神来了，带着祝福，带着喜气来了。乡村人都喜欢这样的开始，开开心心，事事如意，乡村的日子多么灿烂啊。锣鼓声中，喜一声，悲一声，笑一阵，哭一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推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台上的人唱得卖力，台下的人哭得起劲儿。等到手里的帕子哭得湿透，台上的戏文也唱得差不多。这时候，麦子和麦子在风里哼着民谣。这时候，乡村的岁月是喂在庄稼人怀里的老猫。耕耘、创造和祈祷，长一声，慢一声，唱一声，叹一声。我们说，社戏不就是长在乡村的庄稼吗？
悲欢离合不仅在戏里有，人间冷暖却还是寸心知。然后乡村的地堵班终于走到了越剧的门口。1939年在上海演出的女子文戏有十多家，但是各家的称谓都不一样，有的称之为绍兴文戏，有的则称地堵班、女子文戏或小歌班。当时大公报记者浙江杭州人樊迪民正困居孤岛，被姚水娟聘为粤银舞台的编导，他想把绍兴女子文戏改个固定的名称。这一天他正在读李白的诗集以自娱，李诗中有几首粤女词，戏为此意，李白对嵊州偃溪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感情。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樊迪民从这里得到启发，首先想到一个月字。这个时候他还想到了绍兴曾经是越王勾践声聚教训击败吴国的复兴基地，而嵊州是绍蜀之地。没多久，樊迪民和姚水娟等人去卡德门大戏院看场子，见到楼上楼下共约有1200多个座位，大家都不免暗暗吃惊和喜悦。面对大舞台，姚水娟激动了，我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姚水娟一下子说了6个月字，大大震动了樊迪民要为剧种证明的心灵。他当即把要为剧种证明的设想向他提出和说明。姚水娟毫不犹豫地说，我赞成改名，从明天起海报和广告都改称粤剧。关于粤剧，余秋雨说，他在浙江农村诞生，但却始终没有沾染太多都市的浮华气和学究气。他进入城市的时间较早，基本艺术格局在城市定型，这使他既保留着朴素，又过滤掉了山野之气。他总是朴朴素素地讲述着一个个人情故事，他的剧目大多重情感少哲理，在情感中又特别偏重悲剧情感，在悲剧情感中又特别偏重悲怨而不偏重悲壮，在悲怨中又特别擅长表现少男少女的恋爱坎坷。与此相应，一切如贤淑女子诉说悲欢，它又多一点飘逸清丽，多一点具有监离效果的风姿绰约。在情节处置上，粤剧大多不追求奇险型震撼型的惊人铺排。